各位早晨，又嚟到翻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邊嘅交通情況。我哋先睇一則特別消息。運輸署宣布，因為交通意外，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深井快線係封閉噶。我哋轉睇下九龍過香港嘅行車時間。窩打老道南行線近九龍醫院，經紅隧會係交通繁忙，用15分鐘；經西隧、東隧都係交通正常，分別用13同22分鐘。我哋轉睇下。西行島北南行線近佛光街遊樂場，經紅隧會係交通擠塞，用17分鐘；而經西隧係交通正常，用11分鐘。我哋睇埋新界方面。屯門公路近井財街，而家出荃灣西啦，經屯門公路會係交通擠塞，要用成41分鐘；而經青山公路咧，都會係交通繁忙啊，要用39分鐘。